哇，有1000个，即系我哋而家呢啲身份嘅青少年，可以一齐着住华服，或者系即系我哋自己民族服饰咁样，可以喺上台喺舞台上面，即系可以发光发热，庆祝呢个祖国生日嘅日子，就好开心啦。第一，亦都觉得好荣幸嘅，想宣传，亦都系想俾其他即系香港同学咁样，或者香港青少年去发扬光大，亦都系想咁样俾你哋嘅咯。可以咁多人一起穿著華服去慶祝這個國慶啦，然後參加一個這麼大型的活動呢，我覺得是非常之有意義的。咁首先啦，因為我哋成班青少年一起穿著華服呢，是可以增加我哋嘅民族嘅認同感啦，咁亦都呢可以了解到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啦，增加咗我哋對祖國嘅自豪感啦。年輕人參加呢啲活動呢方面呢，就可以創新一啲傳統嘅文化啦，因為佢有多好多創意同埋熱血啦，佢可以將一啲京劇或者係國風嘅文化融合到一啲產品啊，或者係一啲推廣裏面，咁呢個對於宣傳傳統文化係有好大嘅作用。華服係我哋中國承傳落嚟嘅，亦都係一個佢代表嘅，亦都係我哋一個國民身份嘅認同感。所以我係好高興見到喺度見到咁多位係觀看我哋呢個節目嘅，大家對祖國嘅熱愛係相通嘅，我堅信。